我是林奕杰。大家好，我是萧千阳，我就是那个做设计。喝下去之后，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这样子。我第一次过来就看，哇，这边夜景很漂亮。它辣口，但是不辣喉的，对我们来讲特别香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每礼拜六暗时10点，咱来用心看台湾。